确实就是那天就是的，526，下来吧。走行试着到奥尔良鸡腿排，这是他们家新品黑胡椒口味的，39.9发12片。鸡腿肉，牛街也行，好也行。开饭了，今天做的猪肘子，把那个骨头都剔下来，先来一块猪肉。真香，来块皮，这个皮老香了。凉拌的一个土豆丝儿，这是用蜂蛹拌的。干啥了？挺咸的，真烫啊！差点来块肥的。大肘子皮，
蘸点这个汤汁好吃。这肉，今天吃个羊盘肠。油条吃啊，不是
先吃个小的吧，这有点热，炸着冒油。这油是挺多的，这是真的牛管，太舒服了。开饭喽，姐妹们！这真的锅，我做起来麻辣香肠。酸辣教头，先来块猪蹄吧。好肉好好吃啊。八爪鱼。四川麻辣香肠。
小香肠，38块8/5斤，哦，38块8/1斤，500克。小店里面有人可以去拍啊。两三分肥，七八分瘦。滋滋冒油，扣肉。我的妈，被呛着了！来个脱骨大肘子啊！先脱了个肘子皮，肘子皮是精华。哎呀，把我灵魂料汁浇上了，啊，浇杯里。嗯，回来，脱骨了。哎呦我这口皮都像乖了，忘你太热了。你走过去。还有个脱骨肚皮的，哎呀，这小料有绝，太爽了，就这一宿穿的热。哎哇，肉皮儿，哎，羊血肠，也叫羊排肠，刚才疼了，口感不错。
没有猪腿肠那么嫩。哇，直接吃牙签酱！我掏钱，看，前前得理娃娃，学学小娃娃。来，你吧，尝尝。哇，咱用指甲，我试了。掏钱，掏钱。来，惊鸿之姿，交给。吃饭吃一个命，没办法，尝吧。以后再新发东西，从城乡小区推广，然后再中开国际社区，城乡小区推广。